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脸猫猫姐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。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10月31日 ,Facebook CEO 马克扎克伯格 Mark Zuckerberg 今天在财报分析师电话会议上表示 ,48% 的用户只通过移动设备访问该公司服务。数据还显示，在 Facebook 的广告业务营收中 ,49% 来自移动广告。这意味着第三季度移动广告业务为 Facebook 贡献了近8.9亿美元营收。这些数据都表明 Facebook 第二季度的预言很快就会成为现实。今年底移动业务营收将超过桌面业务。Facebook 首席运营官雪莉·桑德伯格 Sheryl Sandberg 披露了消费者使用该公司移动业务的时间。照片分享社交网络 Instagram 月活跃用户为1.5亿，占到美国人移动设备使用时间的1/5，占到桌面系统使用时间的1/8。他说，用户在移动设备上访问 Instagram 的时间超过 YouTube、Pandora、Tumblr、Pinterest、AOL、Snapchat 和 LinkedIn 之和。